桑鸟逐叹，你却不再回来。谁能轻易打破上天的安排？谁愿要留下来，为什么？天哥哥，你别生气嘛。那你告诉我，我们为什么要留下来？不是我们，只是我一个人留下来。你一个人？萧婶婶受了惊吓，险些流产，大夫来看过了，说她需要安胎，需要有人照顾。那童家不能派人来照顾啊？哎呀，怀孕这种事情，童家明摆着去撇清还来不及呢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连爹他都没来过，你别一口一声叫他爹了，他不配做人长辈。所以童家才不会有人来啊。那就近找个老妈子或者丫鬟不行吗？哎呀，毕竟是外人，没有我提及啊。幸亏我们来了，要不然小婶婶就惨遭不测了。天哥哥，天哥哥，还是大哥说的对，我们不该来，我们不该和童家有任何关联。你嘴上这么说，那天夜里童家人有危险的时候，你不是也是奋不顾身的就追出去了吗？我，哎，好了，天哥哥，哎，天哥哥，我们的福气来了，我们的苦日子都已经熬过去了，我们正在往好的方向走。可是小婶婶，她现在正受着苦呢，我怎么能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就离开她呢？可问题是，现在童家人不知道你跟我已经私奔了，他们以为你跟大哥在游山玩水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万一事情败露了怎么办？所以我才说要避着的呀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一来大哥不会这么早就回清河，二来天宫皇帝远的，童家也没有人过来。万一有人来呢？那我才说我要一个人住嘛。行，那你要留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小婶婶就快生了。天哥哥，你别发愁好不好？我能不发愁吗？小姐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我总觉得这么一耽搁，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掌控得了的。不会的，我们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。我不这么认为，你想想，宋少川虽然是死有余辜，但毕竟不是正式伏法，云姨见不着他，他一定会起疑心的。就没有回来给他爹上过坟，他为什么要骗我呢？啊，你自己挑吧。啊，女人的衣服我也不太懂。玉爷，这些都是您大姐的衣服啊？是啊。啊，真够素净的，
够简朴的。湘云呢，她不重视什么穿着打扮，上马干活的，总是以方便利落为主嘛。那是季老爷您脾气好，好伺候。这要是换了别的男人，早就翻脸了。童善群他第一个就会说：“女为悦己者容。”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明白啊？我们女人天天梳妆打扮，哪是为了自己呀？还不都是为了身边的男人？不过尹大姐她福气好，她不必在乎这些。啊，哎，你看看吧，就这几件衣服，那就先委屈你了。哎，快别这么说。哦，我在镇上倒是有个裁缝，要不……暂时你还是不要露面的为好。嗯。咦，少川，少川。哎，你慢慢换，我在外头等你。季爷真老实。少川。啊。少川。啊，海清，啊，见着少川了吗？我怎么没看见他的马在马厩里呢？他。季爷，好看吗？啊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是徐凤琴。我知道他是徐凤琴。我问你，他为什么会从我们的屋里走出来？还穿着我的衣服，谁让他穿的？你说话呀你！湘云呐，不就是几件衣服吗？你大呼小叫干什么呀？住嘴！几件衣服，是，几件衣服是没什么了不起，可是要看谁穿，是谁给流浪乞丐穿，也比穿在这骚蹄子身上强。季爷，湘云，说话怎么这么粗鲁呢？来者是客。臭屁！对，我说话是粗鲁。可对他这种人需要客气吗？他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吗？他就是我请来的客人行吗？哦，我季海星在自己的家里请客不行啊？好，行，你是主人，你有权利请客人来，但这衣服是我的吧，我有权利不让他穿吧。你给我脱下来。啊，季爷，你给我脱下来。季爷，听见没有？你给我脱下来。季爷，季爷，你喊的倒是挺远的。季爷，别闹了，你喊谁都没用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敢对我动手？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你看把别人吓的。你为了这个女人对我动手，你真是瞎了眼，良心该狗吃了。你，哎，季爷，季爷，妈妈使不得，你可不能为了我和她动手，我担不起的。别气了，去你的！夏云。哼，季爷，你别气坏身子了。小二，哎，拿酒来。好嘞，来喽。哟，云大姐今天好兴致啊。啰嗦，闪一边去。哎，奇了个怪，叫人呢你。张四来，来，我敬你。哎，好。季大嫂，你在喊谁？季大嫂啊，姑奶奶，我有名有姓，我姓姚，姚向云。哦，云大姐，您这是？涂善群呢？他人呢？老爷在那屋给病人看病呢。哼，哎，云大姐，哎，云大姐，涂善群，云大姐，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哎，云大姐，看病得按规矩排队啊。规矩？你先去教你家姨娘规矩吧。出去，出去呀、啊、你！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大姐有急症，不好意思啊。少成，哎，老爷，去给云大姐弄碗醒酒汤来。是，我没醉，童善群，几斤二锅头还撂不倒我姚向云。
童善琴，我看到你家贴的布告了。云大姐，这告示我们贴了有一阵了。那看来这个女人在我们家也住了好一阵子了。您的意思是？徐凤琴，她在我们家。姨娘在你们家？没错，童善琴，你是不是个汉子？你的婆娘跟别的男人跑了，你就不闻不问，你就愿意当王八？姚向云，哎，不妨，他喝醉了。我人醉，脑子还清醒着呢。我知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道理，可你童善琴怎么就能容忍绿巾罩顶的耻辱呢？实在抱歉，童某竟不知见内给你带来这么多的麻烦。童善琴，你别在我面前咬文嚼字了。你的女人跑了不知去向，你就不去找找？就是因为找不着，我们才贴的告示。找不着？呵呵，清河镇就这么大点地方，会找不着？这就奇了。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想去找。我告诉你，童善琴，你不要的垃圾不要往我们家扔，弄得一屋子臭。徐凤琴就在我家，你要是个男人就去把她找回来。哼，居然在季家。哎呀，那天看到他在宋少川面前告状，早该想到的。早该想到？你为什么没想到？让他在季海清面前给我丢人现眼，还说你办事我放心，现在可好了，还不知道他在季海清面前胡诌些什么呢。整个清河镇的人都被他们童家主仆所骗，都认为我疯了。连单福安都被买通了，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啊，对，只有宋少爷他姓季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只有季少爷他相信我没疯。所以这凤琴中了毒，硬是撑着到我们家门口来求救，你说我们能见死不救吗？何其珍怀孕了，怀的是童守成的孩子。啊，二人合谋欺骗童善群，让童善群以为是他的孩子。是啊是啊，童善群都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？哎，你知道，方锦知道，单福安知道，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秘密，大家合谋睁眼说瞎话，硬说是你疯了。是啊，说的是啊，云大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他们我，哎呀，云大姐说来话长。哼，不是说来话长，是你编的也太离谱了。我谁会相信你没疯啊？所以呀，那少川不是跟着同庆去找何其珍了吗？啊，同庆也都知道，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秘密那还能叫秘密吗？既然已经不是秘密了，有谁会想杀你灭口啊？知道的人都得死，那不得死一大缸子？云大姐，童家的人难怪不找你，根本就是疯了。哎呀，我也知道这事情太复杂了，等少川回来一切不都明白了吗？所以他要等到少川回来才走吗？云大姐，我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求你帮帮我。哼，就算我想帮你，哼。大叔，大叔，童老爷来了。啊，你还不快请。是。我你哪儿都不用躲，怕什么？你是在我家，有我季海清在，谁都别想从我这儿带走一根针。姐，姐。啊，季兄，不好意思啊，贱妾在府上打扰了。不打扰，一点都不麻烦，他是我的客人。啊，凤琴啊，你让我找的好苦啊。别碰我。凤琴，你在外边玩够了吧，回家吧。不，我不回去，你们两个想联合起来杀了我。你看你，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，人家收留你是客气，如果咱们硬是不识相，岂不让人家为难吗？快跟我回去吧。啊，秀成。是老爷。住手。二姨娘，二姨娘跟我回去吧。你给我住手。
吉兄，这是我的家务事。哼，童老爷，你的家务事进了我的门，那就跟我有关系了。你一进门，我就有言在先，他是我的客人，他是我的姨娘。你的姨娘长了脚，拼了一口气跑到我们季家来，至于为什么，我想你们自己心里有数，不要再逼他回去了，非要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吗？一个疯子的话你也相信？既然疯了，你怕什么呀？你为什么非要把他弄回去？把他当走。风没风也是你们童家的人，为什么要在我们家里搅和呢？向云，哎，还是大姐深明事理。季兄，我们本来就该自家管自家的事儿。走。向云，救命！你我两家为了要人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交手了。你还记得我曾经上你们童家去要回高丽天，当时你是怎么处置的？哈哈哈，你非常潇洒地说，他要不要回去由他自己决定。好，那我今天也就如法炮制。徐凤琴，你丈夫要领你回去，你愿意跟他回去吗？不不不，我不回去，我死也不跟他回去。你听到了，他不愿意回去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不回去。你可知道，我可以休了你。你从来也没娶过我呀。十年前，你从侧门把我带进童家，我又不是正室，何来休妻之说？连你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童家的人，就别后悔。咱们走。爹，爹！哎哎哎！别这样，别这样！哎，你快别别别，起来起来啊！起来起来，快起来啊！站站。不要脸！向云。向云，你干什么？你闪开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那女的不是马上就要登堂入室了吗？很快就会上你的床了，你让她用你的被子睡你的枕头，别用我的。哎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哎，你别走。你季海清留下的女人还真不少呢，不过我姚向云不是你能留得住的。哎，我就不懂，你都使些什么性子呀？季海清，我告诉你，我姚向云一辈子没跟别的女人争过男人，我嫌难看。难看？哼，那你借酒装疯跑到童家去告密，还出手打人，做这些事情你就不嫌难看了？我打他怎么样？我打他你心疼了是不是？那种货色别人都不要，你却拿回来当个宝，还要问他留不留下来。哼，赶他都不走的，还能不留吗？姚向云，看看你像不像个泼妇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可不是我找来的，他是冲着你儿子的善意才跑回来的。啊，少川救了他，你让我把他赶走，等少川回来让我怎么交代？你不要把责任推到少川身上，少川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自己想扳倒童家，不要利用我的儿子。你大声嚷嚷些什么呀？海清，你我虽然没有夫妻名分，到底也相伴了十多年呢，走南闯北一路走来，攒了家当，博了名声，回到老家地方上又给你老娘搬了御赐牌坊。你要钱有钱，要名有名，我就不明白你还要跟童善群斗什么呢？斗什么？他侮辱我老娘。你娘都不在乎，你气什么呢？我替我娘咽不下这口气。是吗？海清，别人不清楚，我可是太明白了。现在关起门来，我可要说句实话了。你对童家
一切所作所为，都是因为你自卑。你觉得清河镇的人看不上你，现在你有钱有名了，大家还是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所以你要搬到童家，所以你要拉拢单公公，所以你要揪出何其珍，所以你要帮助高丽天和方锦私奔。你说够了没有？结果呢？单公公没有拉过来，高丽天一去不回，你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了，硬是要咬着童家通奸这回事。我揭露丑闻，这是公义。公义是美德，不是武器。老天行事自有他的道理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代天行道。海清，你已经走火入魔了，你已经不再是那个我认识的磊落汉子了。喊了，省点功夫吧，你的季爷这会儿没心情搭理你。这身衣服你不觉得大吗？还凑合吧。这姻缘呢，就像是女人的贴身衣服，穿的合不合只有自己知道，别人看的只是表象而已。你以为那个屋里的男人他合你吗？你以为你硬穿着我的衣服他就舒服吗？云大姐，我不是来和你谈判的，你不配。疯狗叫一叫我就跳一跳，哼，那我姚向云这十多年的江湖不就白跑了吗？我问你，同庆把我儿子带到哪儿去了？老爷，您少喝点，喝多了伤肝呢。您呐也别难过，二姨娘虽然不回来，你以为我是在难过啊？我想，老爷或许是面子上挂不住。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看徐凤琴在家，除了兴风作浪，她还能做什么？还以为我拿她当个宝呢？坐，陪我喝两杯。老爷，这不合适吧？坐坐坐。啊，谢老爷。他留在季家不回来，人家不会笑我，只会骂他。反正我是仁至义尽，该做的都做了。喝酒喝酒。啊，我敬你。季海清以为收留了他就可以威胁我，哼，看不到齐真的肚子，一切都是揣测，我来个抵死不认，谁能奈我何？老爷高明啊，来喝酒。那姚向云岂是好惹的？徐凤琴呐，有苦头吃了，明天我就名正言顺地休了他，看是谁难堪。哎，人呐，活了一辈子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有子传后才是最大的快乐。齐真若是为我生了儿子，
我一定把我这一身岐黄本事全部传给他，绝不会落到外人手里。那自然，别的不说，单说白药的口传心授，必须得是父子相承。哈，老爷，那么多种药材，您都记得住啊？哪儿记得住啊？啊，你当白药是什么呀？所谓白，是百字的误传。云南白药，那是百种以上的药材合炼而成的。哦，这白药原来叫百药啊。嗯，这百药都有哪些呢？哦，陈老爷，我敬你。来。我见过徐凤琴了。那你该知道她有多疯了吧？眼熟吗？小婶婶头上戴的。那倩儿，咱们回家说。就在这儿说，家里有童守成。爹，你怎么对得起我娘？先是有徐凤琴进门来羞辱她，接着又有小婶婶来伤她的心。倩儿，你母亲至死都不知道。她现在总知道了吧？你让他死后都蒙羞，你是怎么教我的？你说一个女子要有贞洁，要守妇德，那你又是怎么做的？结果呢？是谁败坏了何其真的妇德？你闭嘴！难道我不想结束重新过日子？难道我不想回头？否则我就不会让齐真搬到外面去守节。我做的这些，就是为了让他断了念头。你娘死后，我也很自责，甚至要跟何其真分家。我做的这些就是为了彻底和他分离呀。分了吗？划清了吗？她怀孕了，你这辈子也分不了了。我想要儿子了，一个家总要有子嗣，有了男丁才能有指望啊。那你指望我可不可以呀？哎呦，我也姓童，我的身体里面流着你的血，你要佟家飞黄腾达，我也可以做到的。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希望放在我的身上呢？如果你真的关心你的儿子，至少你也应该关心一下给你生儿子的女人吧。小婶婶的日子并不好过。佟小姐，我们见过，我是少川的母亲，你可以叫我云姨。云姨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佟小姐，请留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不知道。你一定知道的，徐凤琴说少川是跟你一块走的。徐凤琴，你不知道吗？她在我的家里。怎么还没走啊？她赖在我家不肯走，你爹亲自上门来接她，她就是不愿意跟她回去。佟小姐，我不在乎徐凤琴在我家赖多久，就算她从此跟了季海清，我也不在乎。露水鸳鸯男女之情罢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可是我在乎少川，他是我的命啊。少川，少川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命，他就这么消失了吗？我的心就在这儿，我不能吃不能睡。我知道
你们大家都不喜欢他，说他阴沉，但他是我的儿子，我不嫌他。佟小姐，你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吗？就像你娘生前爱你是一样的。是，我理解。你告诉我，你们俩是一块走的，我保证。你告诉我，我保证，我保证不说出何其真的事儿。少川不是陪着你亲自去找二奶奶的吗？你说呀，你说呀。没有，我小婶婶没有怀孕，一切都是徐凤清的风言风语。那少川呢？既然一切都是误传，于是我们就分手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分手了？那他没有告诉你他去哪儿吗？他没说吗？没有。少川，少川，少川，我的儿啊，你是不是遭到什么不测了？你知不知道，娘的心都要碎了。小婶婶，你看呢，今天天气那么好，怀孕啊是需要晒晒太阳的。哎，我们坐那儿，在院子里坐一会儿。来，慢点啊，你老在屋子里待着对你的身体不太好。你看今天的太阳多好啊，晒得人好舒服，暖洋洋的。你的心里暖和，你的身体就暖和了。你冷吗？我的心好冷。小婶婶，你别不高兴啊。哎，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的？哎呀，你说过的。那就是有一个女，再有一个子，就成了一半的好。那你现在马上就要生儿育女了，那就是一整个好。小锦，你说我还能不能回到佟家？你当然要回去了，你还替他生孩子呢。本来以为没人知道，现在连佟庆都知道了。佟庆的性子这么烈，他怎么可能让我回到佟家？小婶婶，你别担心了，庆姐姐她虽然嘴上不饶人，但是她心眼可好了。哎，那次还是他从宋少川手上把你救出来的呢。但你看看，他走了以后，佟家连一个人也没来看过我，我都快生了。他肯定回去跟他爹大闹了一通，不然佟善群不会到这个时候都不来看我一下。他本来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。你说的对，他是怕事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能让他却步，但现在孩子就要生了，他给不给我回去呢？究竟我和孩子有没有可能回得去呢？没事没事，可能是李天。是李天吗？是我，开门。天哥哥，给你们送点柴火。哎，晒太阳啊。嗯。哎，你渴了吧？我给你倒点水。好。那，你看你都是汗，哟。那怎么？哎呦，哎呀，小婶婶在呢。那我走了。这柴火应该够了，这两天我就不来了。好，我走了。走吧。我走了。你走吧。你去送送他嘛。哎呀，小婶婶，他这么大的人又不是不认路，走就走嘛。快去。那好吧，那我送送他。走了，小婶婶。嗯。
多好，喝杯水也能这么开心。好了，就要到镇上了，不送了。哎，你再陪陪我嘛。哎呀，小婶婶她一个人在家里呢，她心情不好，这两天老是闹情绪。怎么了？快生了，就这几天了，可铜匠也没人来。他盼望的是铜善群吧？真不是个东西，光知道要儿子，不知道疼惜老婆。又不是他老婆。是他老婆，他也不疼惜啊。哎，小锦，等以后你给我生孩子的时候啊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怎么说这些呢？干嘛不能说啊？我本来就不是。你本来就是我媳妇儿啊。不是。哎，对了，你说，你什么时候跟我会合？我想月末半个月吧，小婶婶就快要生了，在她生之前你就得走。还有啊，千万不能让同家人看见。哎，我知道我知道了。行了，到时候你在客栈等我，我一定会到的，好吗？你说的啊。走吧。走了。嗯，我走了。嗯。姑娘，吃饭吗？里边请。哎，先生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哎，我来，我来。请请请，您里边请啊。铜善群到鱼县了，你现在不能回去。啊，走。啊，这一送送这么久。在等谁吗？我还能等谁啊？啊，哎呦，天都要黑了，我爹啊，不，哎呀，铜善群不知道走了没有啊。啊，你说他要是走了，就又剩下小婶婶一个人了。何以见得他会走啊？小婶婶都快要生了。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留下来的。看你的肚型，听你的脉息，哼，齐真，你这一胎八成就是个儿子了，太好了。小锦，可千万别这个时候回来。齐真。嗯。你在这儿发什么傻呢？我是说，你这胎啊，八成就是个儿子。就算是儿子，也没见你多关心吗？我还不急啊。童静回去一告诉我，我这不兼程赶来了吗？大白天的，我都不怕忌讳了。连手诊我都没有带，一心巴望着来看你。那么好，既然童庆也知道这事儿了，你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总是先生下来再说呗。就快生了呀，你还不急啊？我怎么能不急呀？到你生的时候，我自会派手诊过来，他会把一切都张罗好，产婆倒是也给你找好。你知道我急的不是怎么生，我是说生了以后啊。那孩子生了以后，我们母子要怎么回童家？哎，你不出声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打算把我们母子流放在外面，以后都不让我回童家啊，童善群。哎呀，你别发急好不好？别动了胎气。你快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打算以后都不让我们回清河啊？
要我们一辈子都留在这个地方。我告诉你，那是不行的。我一个妇道人家什么都不会，你要我带着个孩子叫天天不应。哎呀，不会的，那是我的儿子，我怎么舍得让他在外面流浪吃苦呢？那你是只认儿子了吗？只要孩子回童家，我就留在外面啊。我们母子是不可以分开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死也要……哎呀，什么死不死的，也不怕犯忌讳。你还嫌我们童家子嗣要着的还不够多吗？那你究竟要怎么安置我们？你要回童家？我要和我孩子一起回童家，我要看着他在童家长大。只要母子不分离，只要能看着他长大，其他的我可以不要名分的。那好，启真，你听好，现在清河镇已经沸沸扬扬传着咱们的事了。徐凤清并没有走，他现在靠在纪海清的旗下，纪海清一直想扳倒我，这你是知道的。那纪海清他没有证据啊，他们纪家的人都没见过我，等我回去的时候我都已经生完了。但让你带着个孩子回去，岂不让人怀疑吗？所以你跟孩子不能同时出现。这可以，我们先后进童家我都愿意，但那个孩子一定要回到我的膝下。这孩子也不能放在你这一方。现在我已有主意了，日后把这孩子放到方锦膝下。方锦？嗯，来，把他过到方锦那方才是万全之策。一来他年轻守寡，让他领个儿子情理皆通；二来他知礼守节，与你又亲，必定会善待那个孩子；三来他讨单福安的欢心，他领来的孩子将来必定可以沾光；最主要的，这样一来你我可以同时住在这宅子里，名正言顺地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人。方锦，过给方锦。现在他人呢？随着单福安游山玩水去了，等你生了他差不多也该回清河镇了，岂不正好？那如果他不回清河，我们怎么办？他一定会回来的，他不回清河他能上哪儿去？哼，别说有单福安替我压着，就说他娘家父母弟妹都在清河镇，跑不了的。不是的，如果他真的决定不回清河，那我们母子那就麻烦了。外边已经传你寡妇偷生，结果你果不其然领个奶娃娃回去，那岂非不言而喻，不打自招吗？非要方锦，只有他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他会答应的。他没个响头，只要领个孩子他就有指望了。这日后呢，母凭子贵，在童家他还独大呢。是不是啊？家难是想着一点
是难上加难。